去看了，你觉得这样录的还行吗？可以，还可以吧。你说看都没看，可以。哦对，报名爸，我在录，你帮我抢位，你得帮我抢位。那你啥意思？扔了？不要再输给大哥了，大哥。太碰到了大哥必须得赢。不是你们今天都觉得他可牛逼都赢不了了，现在都觉得他可以赢了。之前你们不觉得他很牛逼吗？我说他没有那么强。打过以后不就觉得能赢了吗？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就是吧？他真的就是常年不练了以后，你要发到晚上吗 ？Yes。常年不练，你还能有这么强的速度？真的是。他问了一句：“经常发到网上吗？”最终大概率会减少，跟我没关系。对，他不打。哦，对，我不打。那你能不能抢一下？我帮我抢一下。可以，我抢10个，然后全部给。我抢十，我抢24。你抢不了10个。我抢20，你抢10个，我给你行吗？这是你给我带的吗？我就留4个名额，然后找3个大的，就是能最强的大。一会儿你跟豆豆，你抢，豆豆家都抢位置，豆豆要抢，不对，也是咱们抢位置，一凡也抢，对，你也得一个，一凡你就别抢了，我在录像，我抢不了了，对对，不让你抢，这个你得负责，你得替我负责，谁抢呗？我在录像抢不了，你要我在录像，所以得替我负责。那我抢至少3个。他还能抢俩的呀？他抢俩给我个大豆哥哥，这抢位置啥的。受不了！哎，那边妈的说好的抢位置了。周一到底哪里有球场？周一不就只有 RW 吗？那个里面到底都什么人啊？现在不知道什么人，就是一些没你的呀。本来也跟你这没关系。看了一些 RW 自己的人，一定要是吗？我看了也咒也不行啊，不是咒，你不是说帮我抢吗？好啊，帮我抢位置，你得帮我抢，没问题。29点了，他没发出来。不要逼我。你得去在夜店抢。你要抢哪里的？我不想你帮忙抢周六的，出来点二的。今天没说周六，打不了我也不打，因为我周一出来阿达里还哪里？周一我不知道还。PC 可能有课，谁呀？还是你哥？对，你不下了，还是我们根本就。我来帮你。抢不到，没事，那他没发言，可以抢。那继续打，说那局还没打完是吧？要不你们直接下来，要不就上来，有点不太好。这是怎么？他们怎么抢位置？啊！这啥意思啊？谁组的？为什么？不就跟直接跟他讲不行？还有很多人啊，不好，位置有限，大家靠前走吧。巧啊，也结果在哪里？在 PC 啊，周六 PC。哦，平常你去打的那个。我以为是你们几个人组的，经常不少人。
我那天去看了一下那个拿签证，我那不是签证吗？遇到那个老板，哇靠，那地方可够大，六进去过了，是吧？哇，有是印度，印度，还经常卖啊，还要卖，没有，他退休了，他儿子在打职业那个 cricket。Thank you.
来录，是吗？